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哇哒哇哒，你好 Vin， 今天怎么样？我还感冒了，所以对不起各位，我的声音太奇怪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去买什么？今天去买那个 tripod， 因为其实我没有一个 tripod， 所以我觉得我的影片不太 pro。可是钟森，当然，因为他每天都带我去很多的地方，所以今天他会带我去买一个 tripod， 谢谢。OK， 那走吧。啊，走吧。Let's go。他们觉得，哎，可是我又觉得，因为现在你也有那个 Gobi， 所以还可以，因为呢。别的人看你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哦，哇，他有命，有很 pro 的 setup， 我觉得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、yeah. 给我周笔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这里很好。我也觉得。比往路上买比较好。嗯，有很多工具的。很多 GoPro， 然后，sport I mean the drone。包包 ，Oh Mavic Pro，Mavic Because 这里是中校新生， oh. 然后他们有那个科技大学，台北科技大学， oh.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？对，很多科技大学， oh. 所以比较便宜， oh. 因为很多人需要， oh. 很便宜啊， oh. 因为在网路上买应该是一千左右，一千， oh. 我看到的是一千块，了解，所以我带你来这里哦，谢谢，走吧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帮我，这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中校新鲜一号去过，然后来到这里的，很好呢，真的不错。现在你可以用。哦耶，对，就是杠。所以。这个是 iPhone 的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比较好吧？不是我的小相机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大，对，我觉得这是太大了。这是 for DSLR， and this is for micro 那个 micro focus， 或是那个 Sony 那个这样子的，所以然后现在可以那个稳定机的，对，比较稳定。如果你们看我别的影片呢，不用太 shaky， 因为以前 it was like 哇，可是现在，走吧。OK， 你 still。